约翰福音第八章二至十一节，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坐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第八章二至十一节读毕。好，以下时间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请伟峰牧师。好，大家听不听到啊？ OK， 好，好，首先多谢啊 Angus 啊 Vinny 啦，啊 Lucas 同埋 Titus 佢哋啊，为我哋读呢段经文啦。咁啊，亦都好开心见到大家喺网上边啊嚟到呢个嘅家庭崇拜啦。咁今个礼拜系我哋第二个嘅礼拜，我哋啊翻到去网上边一齐嘅去啊敬拜。咁有部分的家庭或者弟兄姊妹就已經很習慣了，因為其實我們去年其實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我們都在網上面是這樣一起拜的。那有些可能的其他家庭可能就會覺得很新鮮啊，這樣或者可能今次才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是跟我們一起的。那我們呢今個的季度裡面呢，教會所定了的那個的講到的主題呢是有關於聖經的，或者我們廣東話堂就給了個題目叫字裡藏真。我們上個星期呢，我們之前兩個星期都講到關於神的那個的啟示，因為聖經都是神那個的啟示，又講到裡面聖經裡面其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的主題或者是一個的信息，是有關於耶穌基督是這個的尼賽亞。今天呢去到第三個的信息呢，就會講到另外一件事，是講到就是在聖經裏面講到人光為罪。那我就選擇了這一段的經文呢，就是在約翰福音的八章二到十一節那裡。那剛才那段經文裡面呢，就即是帶出一個的場景呢，就一個場景就是好像有班的猶太人的領袖呢，就將一個的在行淫時被捉到的一個婦人呢帶去耶穌的面前，然後呢就請耶穌呢去即係去定佢嘅罪咁樣樣，或者係俾我嘅判決咁樣樣。咁所以今日我哋嗰個嘅題目，首先我哋會同大家講究竟乜嘢係罪咧？對於今日我哋喺呢個嘅西方嘅社會裏邊嚟講咧，定罪好多時咧就係將一個犯人，將一個嘅嫌疑犯咧帶到去一個嘅法院嘅裏邊啦，然後經過嘅嗰個嘅審判啦。就看看他有没有犯到那个的法律，然后经过一轮的一个的审讯的时候，然后就决定他有没有罪了，有没有抵触了这些法律。然后如果当个法官最后判决是定罪的时候，敲这个锤仔的时候，然后呢就会宣判那个的刑罚。这个今天我们一般的
人都會覺得啊，嗰、那個嘅罪就係抵觸咗嗰個嘅當時嘅社會嗰個法律，就係、是、有罪同埋冇罪，然後經過個法庭嗰個嘅嗰個嘅判決咁樣。咁究竟或者聖經裏邊所講嘅罪係啲咩咧？咁聖經講嘅罪咧係遠超過我哋今日社會上邊所定嘅呢、這個所謂嗰個嘅罪。今日聖經裏所講嘅罪咧，其實係講到人同神之間嗰個嘅關係斷絕咗。喺聖經裏邊其實一開始喺舊約裏邊已經講到即係亞當犯罪，人就係離棄神，唔聽神嘅説話，人想行佢自己所決定嘅嗰啲嘅嗰個嘅方向或者佢嘅路。咁所以聖經就話俾佢知，罪就因此進入到世界裏邊。而罪就將人同神嗰個嘅分隔咗，人同神係之間好似有道嘅鴻溝一樣。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去傳福音嘅時候咧，我哋都好中意用呢幅嘅圖畫，人同神之間係有一個鴻溝，就因為罪嘅緣故，將人同神係分隔咗。咁而呢一個罪咧，就唔係單單只係指某個群眾或者某個種族、某個嘅國家、某一個社會，係指到所有人都係有同樣嘅問題，所有人都係有一個咁樣嘅罪喺裏邊，係離開神，唔願意去同神建立呢個嘅關係。咁今日這個場景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的場景，是再一次的告訴我們究竟什麼叫罪，或者罪究竟怎樣才為之有罪呢這樣。而這個場景裡面 又好像就是在一個法庭裡面一個這樣的場景，覺得是很有意思。多謝剛才Angus 和 Vinny 他們讀了這段經文這樣，或者容許我都再讀多一次，咁可能大家個印象會深少少啊，就可能你會睇翻，咦，即係有少少似一個嘅喺法庭裏邊一個咁樣嘅場景咁樣。當時講到耶穌咧，清早又回到殿裏邊，去到聖殿裏邊啦。咁眾百姓都到他那裏去，他就坐下教訓他們。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就呢啲猶太人咧，帶咗一個行淫時被拿嘅婦人嚟，就站喺佢哋當中，就對耶穌講嚇。夫子，即係夫子就係老師意思咧，又話呢個婦人係喺行淫嘅時候咧係被捉到嘅。然後摩西律法吩咐我哋咧係要將呢個婦人咧用石頭打死嘅。你話我哋應該點樣做咧？應該嚇就好似問耶穌一個意見咁樣樣。佢哋講緊呢個説話嘅時候咧，係要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嘅把柄。其實就係想試探耶穌究竟佢點樣做呢個決定咧？啊，因為或者會講就話其實佢做決定要打死佢，唔打死佢咧，都好似咧都會對耶穌咧有不利嘅。咁然後咧，耶穌咧就好聰明喎，佢就彎住腰喺地下裏邊咧喺度寫字咁樣樣嚇。咁咁但係啲人咧仍然喺度不住咁問，咁耶穌冇答佢咁樣。咁過咗一段時間之後，耶穌咧就起翻身咁，然後對佢哋講咧，中間邊個冇罪嘅話咧，就可以攞石頭去打佢咁樣。咁然後佢繼續又彎低腰，然後又喺地上面寫字咁樣。咁但係即係呢段時間裏邊咧，慢慢咧，啲人咧聽到耶穌講呢句説話之後咧，就慢慢咧由老到少咧，就一個個咧就離開咗嗰個嘅法院啦，離開咗嗰個場景咁樣，就剩翻咗呢個耶穌同埋呢個個婦人。咁由耶穌又直起腰就問呢個婦人啦：嗰啲人去咗邊度啊？冇人去定你嘅罪嘅咩？咁樣。咁由呢個婦人就講話冇啊咁樣，咁耶穌就同佢講：我都唔定你嘅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咁呢段經文裏邊係啦，啲人攞住嘅係一個嘅乜嘢嘅標準咧？就係猶太人咧係攞住一個摩西律法嘅嗰個標準。咁摩西律法裏邊咧，其實係有講過當時如果行淫嘅時候咧係。捉到的時候是可以用石頭去打死他的，但是呢就很奇怪，就是在那個摩西律法裏面，其實當時說如果要自死的時候，是那個奸夫淫婦都要自死的，但是呢在這個場景裏面呢
有些猶太人不知道為什麼，就只是帶那個的，只是帶那個的婦人，就不見了那個男人的話。所以其實你看見一下，很奇怪的，即是他們這班的猶太人領袖呢，其實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呢，其實是別有用心的，都不是完全真的可能是跟著那個的摩西的律法 去行事的樣。而按照這個的摩西的律法呢，當時就似乎是這個的行淫的時候，那個婦人 是好像是犯了罪。但是如果我們其實想深一層的時候呢，其實按照剛才我一開始所說的時候，聖經裡面所說的哪些人才是有罪呢，那個標準呢就不 是單單是按照當時那個的民族或者那個社會上面那個的法律或者那個的律法所規定。如果按照聖經那個標準來說呢，其實是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其實當我們即問這個問題，是否只是這個婦人是犯了罪呢，其實不是咯，而是其實所有人都是犯罪，包括這些各國的民事和法理賽人。這個其實在新約裡面是寫得很清楚的。我記得在即我第一個信息裡面都講到，其實在舊約裡面就可能我們看不太清楚究竟什麼，或者舊約不是很講得很詳細什麼叫罪，但新約裡面其實很清楚告訴你，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即是所有人呢都其實達不到神的標準。虧缺了神的榮耀就是意思就是說我們射箭射不到個紅心，其實我們是做不到神要我們做的標準。我們每一個人在神的眼中裡面，其實我們都是仍然有虧欠，在神眼裡面我們仍然都是有罪的。而這班人想試探耶穌，這班的猶太人，這些文士法利賽人想試探耶穌，是剛才都提過，他就算定這個婦人有罪或者不定這個婦人有罪的時候，可能會帶 對耶穌都其實 是不利的。如果這個女人，如果耶穌不定他罪的時候，這班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就有個機會就藉口就說，耶穌你都是猶太人，為什麼不守摩西的律法呢？而且過往他都看到耶穌專是跟這些有罪的人在一起，是不是你是跟這些罪人為友，然後去縱容他們呢，樣又不定他們的罪。如果耶穌他定他罪用石頭打死他的時候呢，似乎又好像抵觸了當時的羅馬帝國的那個的法律。我們參考回之後的在《約翰福音》裡面，其實當時的那些猶太人呢，想後來呢想害死耶穌的時候呢，他為何要最終要拉去給這個的羅馬的那個的巡撫去做這個最後那個判決呢，其實就是因為當時的猶太人呢沒有一個這樣的權力呢可以處死那些的猶太人。所以如果耶穌他說可以處死的時候，其實他又可能會抵觸了當時的那個的羅馬帝國的那個的律法。所以其實在這個耶穌其實都是一個兩難的一個情況，他怎樣做呢，其實都可能會被這些猶太人的領袖呢 都有這個把柄呢，有藉口呢去控訴他樣。所以耶穌很聰明，他真的一早知道或者已經知道他們心裡面所想的，所以他那個的做法就是不出聲啦只是講了一句的說話，在地上面寫字，令到那個當時那個的這個的場景或者這個好像一個法庭裡面突然間好像靜了一樣。很多人都問究竟耶穌在地上面寫字究竟是寫什麼呢，沒有一個的肯定的答案，不知道他寫什麼東西，可能他亂地在畫，有些人又說他可能寫一些猶太人的罪狀，沒有人知道。但是耶穌就問了這句說話，你們中間誰會有罪的話，就可以先拿石頭去打死這個的女人。耶穌
一句说话，跟住一段安静嘅时间，就令到让有啲嘅当时喺个周边环境嘅啲嘅呢啲嘅人，有呢个机会去喺一个安静嘅情况底下，开始去睇下究竟，可能都会思考到究竟耶稣所问呢个问题，我哋系有冇罪咧？咁样样，有机会去真系有一个嘅机会反省，睇下自己嗰个嘅本相真相系点样样。咁好明显喺当中里边呢啲人一个个咁样离开嘅时候，系反映到就系当时呢班嘅犹太人其实都系感觉佢自己系有羞愧或者有唔足够嘅地方，或者真系有亏欠嘅地方，觉得自己可能都系犯罪，都有好多系唔见得光嘅呢啲嘅事情。所以呢个嘅安静反省的时间，不单止是这个的犹太人，而我相信那个女人都是藉着这个机会，是有机会是给她是有做这个的反省。而不单止这个犹太人觉得她自己有罪，而这个女人都很清楚的去表达她自己都是相信她自己是做错了。即有人都会问，为什么长即系即系圣经里面讲话从老到少咁样一个个咁样离开咁样样，喺犹太人嗰个嘅传统里边咧吓，通常都系认为咧即系长者即系年纪长嗰啲，通常都系比较有智慧嘅。咁可能咧通常咧就系有智慧人咧就先至容易，或者系佢系佢个阅历系比较深啦吓，咁佢个人生经验丰富啦，或者佢。亦都係對舊約啦，或者對即係猶太嘅律法咧，更加嘅熟悉，以致佢哋咧更加嘅有係容易或者係比較嘅係知道或者係明白自己所做嘅嘢究竟係啱定錯。咁所以呢啲嘅長者係首先可能係最先嘅係體會到察覺到自己嗰個嘅罪，人嗰個罪喺裏邊嘅時候。所以他们是先的比其他人离开这个现场。今天我们其实都我自己都感觉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年代里面其实很少去或者都没有以前的犹太人这样去尊重这些长辈。我们反而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些长辈是很固执，或者这些长辈是唔識嘢啦，嚇，好落後啦，過時啦，電腦又唔識啦，即係科技嗰啲嘢又唔明啦，咁樣樣嚇。但係對人生嘅閲歷，對自己嗰個嘅個人嘅經驗，咁我諗永遠我哋都冇可能咧會係比佢哋咁深嘅嚇。對嗰個嘅人生嘅體驗，對嗰、那個佢所做嘅嗰個嘅閲歷咧。我想我們何時都要去尊重長者，他們那些的經驗和閲歷往往都是應該是可能會幫到我們，幫助到我們。而這個婦人為什麼他都即是我說他其實他都明白，其實他都有機會去反省他自己是有沒有罪呢？當這班的猶太人這些文士法利賽人離開的時候，这个的妇人呢没即是乘机呢都跟埋他们一起走。耶稣没看着他的嘛。那些人走一个个走了，那个妇人可以混埋在当中里面跟着走的。但是这个妇人他没这样做。似乎还他好像真的等耶稣好像做一个的判决宣判这样。耶稣等耶稣最后好像有一个发落咁样样，咁呢个场景其实又好啱喎。咁边一个先至可以最终可以做呢个判决咧？吓，当然唔系呢啲嘅犹太人或者系呢啲文士呢啲嘅犹太人嘅呢啲嘅领袖吓，而最终可以做判决嘅，其实系只有主耶稣基督啊佢自己。主耶稣基督系边个咧？吓，上一堂嘅信息，Pastor Tim已經講到，耶穌基督其實就係呢一個尼賽亞，就係呢一個嘅君王，係神所揀選嘅君王，去拯救呢班嘅以色列人。
咁而佢哋基本上其實佢哋都係等緊呢個嘅君王，但係佢哋明白耶穌基督就係呢個君王，而呢個君王其實係神嘅兒子，係有最終嘅呢個嘅審判嘅嗰個嘅權柄。咁所以耶穌先至係有一個真係呢個嘅最終嘅嗰個嘅法官，係有定決定究竟人有冇呢個嘅罪。咁今日其實我哋如果世人頭先都講到，如果按照新約裏面講話，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嘅榮耀，所有人都喺罪嘅裏面嘅時候，咁今日究竟我哋基督徒究竟有冇罪咧？咁樣樣，咁今日我哋基督徒係咪會唔會被定罪咧？咁樣樣，咁呢個喺新約裏面咧，其實都係講得好清楚嘅。而保罗都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多的篇幅是讲这个字。又有人在基督里面，就是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些就不定罪。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尼赛亚，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的君王，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的有这个最终的那个的审判定罪嗰個嘅權柄，而當我哋接受咗嘅時候，保羅就話俾我哋知道，耶穌就唔再睇我哋之前所犯嗰啲嘅錯，所做嘅啲嘅罪行，就判我哋無罪，讓我哋可以真係嘅喺罪裏邊可以釋放出嚟。當耶穌跟这个妇人说的时候，我都不定你的罪的时候，这个是真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的判决，只有耶稣才可以做这个判决。耶稣当做了这个判决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妇人说，你可以离开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这句说话其实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同样的一个的提醒。今天我们耶稣都没有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他就没有定我们的罪。但是耶稣都同样对我们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这句说话其实是很有意思，因为人在这个的，虽然耶稣不定我们的罪，但是人很多时候仍然在罪，在那个罪性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仍然的可能仍然会有会犯错，仍然会有得罪神的时候。但是耶稣就是劝我们，也都是鼓励我们不要再犯罪。我们要去坚持这个的对神的信心，坚持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坚持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我们这样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跟耶稣基督有份。我哋耶穌基督亦都唔會撇棄我哋離開我哋，咁呢個係一個好寶貴、好寶貴，即係耶穌俾到呢個嘅婦人嘅一個嘅信息，都係俾到我哋每一個今日不再被佢定罪嘅呢一啲嘅基督徒嘅一個嘅信息。所以這個嘅場景啊，呢班人帶住呢個婦人去到呢個嘅耶穌嘅面前。这个这样的好像一个法庭的场景，给我自己有三个的就是很简单的功课去学习，还有我想都可以给自己的提醒。这三个功课就是人往往需要在一些安静的底下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机会去反省，知道自己是做错。今天其实耶稣是一直的去忍耐等候这些罪人呢去认罪悔改，就好像他在弯着腰在地上写字的时候，他在这里忍耐等候这些的罪人去反省，让他们有机会去明白自己所做的，然后他可以去有机会的去认罪悔改。而第三，我想这个是这段经文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有最终有这个的定罪同埋赦罪嗰個嘅決定。咁聖經裏面好多，其實好多地方都提醒我哋，我哋需要多啲時間去安靜，
因為在安靜裏面的時候，我們才會、有重新得力，在安靜裏面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得著這個救恩、當我們安靜休息的時候，我們才意會到、意識到這個才是誰，才是我們的神。所以這一班的猶太人，這些猶太的領袖，當在安靜裡面的時候，他才開始意識到他自己有罪，或者才開始就意識到這個耶穌，在地上寫字的耶穌不是一個普通人，這個耶穌其實是不是一般的人。今天、其實我們都經常都要講，其實都、在、我們在個疫情裡面，或者我們今天其實很多時候人都會在很多的情緒裡面、有很多的即是方法 exercise、其實都是可以幫助我們去安靜自己，去 calm down 我們自己、當我們 calm down 的時候，我們才會去看得清楚究竟我們自己的本相、當太多東西去充斥，太多東西去煩擾著我們的時候，我們是沒有機會去認真的去認識的清楚自己，我們自己究竟是做了什麼。耶穌他等忍耐等候這些罪人認罪悔改，今天他仍然都是在這裡等候，忍耐的去等候我們，因為聖經裡告訴他，他是想個個人都有機會去得救，個個人有機會去悔改、不是因為他、懶，或者不因為他、沒有這個權力去定我們罪，或者去罰我們，而是他不想去這麼快去罰我們，給機會我們，所以他彎低腰在這裡寫字、給一些時間，給一些空間我們。今天其實他都是仍然在這裡，在這裡等候我們，很多我們未接受這個的、福音的，未認識他的人，仍然是等候我們 去悔罪和去認罪悔改。所以、我很喜歡這個、這個、圖畫，其實、其實是夠鐘的了、只不過現在耶穌只不過先拔著、再給一些時間你們，再給一些時間我們 去做這個最後的一個的決定。這樣在四福音書裡面呢，其實、即不只是單指這個場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神蹟呢，故事的背後呢，其實我們都、這班的猶太人呢、或者這些的文士其實都知道耶穌呢，他不是一個的普通的人、或者如果不相信耶穌基督不是普通的人，就覺得他是一個的、亵渎神的一個神的一個這樣的、猶太的人、在即係呢幅呢個嘅場景裏邊咧，我就好有趣，就係睇到咧，其實耶穌大部分時間咧，佢都係彎住腰喺地上邊唔出聲嗰、那個。佢係最有權柄嗰、那個，佢係、最有能力去定人罪、決定人有冇罪嗰、那個。但係佢卻係大部分時間佢係謙卑嘅落嚟，彎低腰佢唔出聲喺度寫字。而這些的猶太人是大大聲的去走來呢，是直接機會希望 希望是去找到耶穌那個的把柄，然後控告他。所以、你會看見即我們這個的耶穌，其實就好像保羅所說的，是一個謙卑願意降卑來到世間裡面去擔當世人那個的罪，而他來不是單單是要定那些人的罪，而是其實他是想給一個機會我們，告訴他知道我們其實是可以得著這個的赦免，只要我們是能夠認罪去悔改、他很想耶穌基督很想釋放我們，很想幫助我們，不
再被在那个罪里面所捆绑，他很想的去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得着这个的救恩。所以今天耶稣其实仍然都在问着我们，我们中间我们有没有是哪个没有罪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论断或者去定人那个的，去论断其他人或者去决定人那个有没有做错事，或者有没有人有没有罪。我们今天其实我们都是需要的继续不断的去反省我们自己。当我们心里面去论断其他人，去讲其他人的不是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好像一班的犹太人这样去定这个妇人一样，去定他们那个的罪。今天当我们去做这些定罪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做错呢？我们自己有没有犯罪呢？我们有没有这个资格呢 去定人的罪呢？很可惜的，这班的犹太人和这班的法利赛人，他似乎没有吸取到耶稣在这个场景里面给他们那个的机会，或者给他们这个的教训。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教训呢？这班的犹太人在这个场景里面，其实就好像预演了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他们很想定其他人的罪，特别好像当时是定耶稣这个的他们的罪。但是耶稣其实告诉他们，其实世人都是有罪，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定其他人的罪。但是他们没有吸取这个教训，最终他们都是要定耶稣那个的死罪，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吸取一些我们曾经的一些教训呢？做错在犯罪之后，神已经是宽恕我们，赦免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去悔改，不定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好像很多时候往往我们没有去珍惜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反而我们去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仍然的去定其他人的罪，就好像这班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耶稣给机会他们反省，但是他们没有认真的去吸取了这个的教训，最终的他仍然都是将耶稣基督是定罪，带到去这个的比拉多的面前，将他处死。所以这段经文就给我们其实不单单只是一个的故事，是好像在释迦里面去教训这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今天都是同样的去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去论断其他人，去定其他人的罪。而当耶稣去不定我们罪的时候，今天他都是跟我们说，你们从此不要再犯罪，不要学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 去继续的去得罪神，得罪耶稣基督。好，我们或者我们一起的祈祷。主上帝，我们多谢你藉着这个经文去提醒我们，你是那位有定罪和赦罪能力的那位的神。你不定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能够的是在重罪里面能够的释放出来，我们多谢你，亦都提醒我们不要再犯罪，不要再一次的去堕入在罪那个的网络里面，让我们献上感恩，你提醒我们，我们要努力的去坚持到底，不再犯罪。求天父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都时刻的有机会的去
安静下来去反省，去看清楚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有没有得罪你，有没有得罪人的地方，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在家人崇拜里面的每一个的家庭，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的继续的去坚守你给我们这个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的去坚持到底，因为我们相信你一个爱，那位爱我们到底那位的神。多谢你，愿主耶稣基督那个的恩惠，天父上帝那个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